大家好，精神奕奕嘅嚟到呢个边度咧，就系嚟到呢个神山区啦。呢、这个就系沙巴嘅象征神山啦。咁呢一个山咧，系我哋呢个马来西亚同埋东南亚区咧最高嘅一座山。佢离呢个海拔咧就系4000个1个kilometer 啦。咁样佢嘅真正嘅数据咧，系你哋可以上网用 Google 揾到嘅。咁我呢一个山有咩特别呢？佢就当年咧就系寡妇山呢个称号咧，就因为佢上面咧有一个好似人面一个婆婆嘅面咧，向住呢个南中国海睇住咧，佢就系讲好似一个寡妇山。咁点解叫神山呢？呢、这个历史就由你去揭晓，而唔系我介绍俾你啦。丁基丁基，观龙见那巴鲁，丁基拉基塞扬萨玛嘎姆。比鲁比鲁，呼就给那巴鲁，塞恶大里叫，哈迪塞亚林都。好食之徒，咁样呢一个咧，我哋身后边嘅呢个包菜咧，其实系呢度其中一个象征咧。点解咧？因为盘达山呢一区咧，就系以种菜为主啦。呢度嘅气候有啲似咩咧？就系似金马仑呢嘅气候啦。咁我哋特别嚟到呢度咧，就系影俾你哋睇，离近呢个包菜嚟到影，同埋后边就系神山呢一区咧，咁样特别嘅景象咧。下次你哋嚟到沙巴，可以喺呢一个拉牛包呢度影翻一组相，同埋影翻一啲 video 分享下俾大家知道，沙巴其实真系好美丽。